我哋曾经有过一段感情，你呢度俾块板我遮住，嗰一日你咪成就咗乜嘢？你唔系已经知道啦咩？唔系你亲口讲嘅，我唔会信。 入城寨有一个任务，我要用一条有毒嘅手巾，喺你爸爸朝晚晒爆炸，所以你爸爸嘅死系因为我喺佢落。 偏偏就系你，点解你要一直拉住我啊？我真系唔知道可以点样同你讲，真系错得太紧要。 知道我哋一定会分开，我哋唔会可以继续一齐。我唔想你恨我憎我，但系发生咗嘅嘢已经发生咗，未发生嘅。 当我知道真相之后，我要再有呢一日。我好多谢呢段日子你咁锡我，系我对唔住你哋招架，我死而无憾。 你成头汗嘅，你发烧啊！你呀，几日冇翻屋企啦？你系咁刁难又拎起电发电唔翻屋企，你两个系咪发生啲咩事啫？ 我终于知道你嗰阵时系点谂噶。我？
原来唔系真恨，系内疚，对自己嘅仇人唔狠心，就会对唔住自己嘅老豆同阿妈。你讲乜嘢啊？全自己可以放过，因为佢冤枉老豆。但系做难，做难点可以原谅？老豆系佢毒死嘅。咩？点可以原谅？是你落毒害死我老豆，系拳都落唔到手，揾你嚟都好噶。呢度有三杯酒，两杯有毒。你揀啦。你肯用自己条命去赎罪，咁就够啦。你嗰时得个几岁，设身处地，我都知唔怪得你。我哥发高烧，先将成件事同我讲，唔系佢叫我嚟噶。佢咁痛苦，佢咁痛苦系因为佢中意你，佢觉得咁样做系对唔住阿爸阿妈，就好似当日我知姜叔罪不至死，但系放过佢，就好似背叛咗屋企咁。当时系阿哥帮我过呢一关，所以今次佢只系一时谂唔通。你俾啲时间佢，佢原谅我已经好好，我唔会再奢望佢接受。你点会咁谂噶？无论过去发生咩事，我哋都唔可以放弃追求自己嘅幸福。有时见到你，就好似见到自己咁。你细细个已经俾人训练做杀手，而我就孭住屋企嘅仇恨流落街头。幸福就好似离开我哋好远。好远咁，直到你遇到阿哥，我遇到阿芳，佢哋两个都唔介意我哋嘅过去，话俾我哋知，我哋都有追求幸福嘅权利。而家阿芳屋企出咗事，我哋结唔成婚，但系我冇放弃，我都喺度等，因为我相信我同阿芳一定会得到幸福。
所以你都唔好放弃，你要学我咁，信阿哥。我会等，我会等佢原谅我。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在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的你就快啲 subscribe 吧，记得揿埋下面的钟仔，就会准时收到频道的最新资讯啦。